One.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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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One. One piece. One. Yeah. 羊毛这么重的啊，有买点羊排哦，多拿点哦。看看看看，它那个牛尾巴好的很，它的牛尾巴，对，这个牛尾巴，我们高压锅一压贼了，还行。大部分，耶耶耶，OK OK OK，看一下多少？可以cut for me，cut，多少公斤这个？79亿公斤，对，我估计这个要2公斤吧，90几块钱，1点几公斤，90多块钱，九十，OK OK OK， 可以的 ，OK， 好，看，对，哎 ，this one， 这里啊是埃尔佐罗姆最好的一个大超市了，尼格罗斯，都啥都有，哎，对，把这个牛尾全买了，全买了，牛尾便宜，对，太补了，不多，我们 all of it， 对。我们五个人吃这个，一人吃三坨就没了。他这个就中间的一截骨头肉就一丁点，对，一顿就没了。其实，对。哎呀，我好想吃这个牛尾巴。我去年我就在埃尔佐罗姆搞的这个东西，用高压锅炖的，巨好吃。哪里贵啊？这115。OK。这个2公斤牛尾才115块钱，这两样加起来能比它一块100块钱多一点。对，你看这个这爽吗？这个牛尾巴贼好吃。好，慢慢来，我推。那个狮子哥呢？我们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买的这个萝卜饮料。哦，对，买点胡萝卜。萝卜进来。去拿点胡萝卜。对。看一下。再去看看有没有海鲜。我们拿哪一个？拿2公斤就够了。2公斤。你要包多少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就是你想包多少个吧，大概。今天吃一顿嘛，然后至少下一顿还可以再吃。五个人不要太多，因为我们本身带过来还有一个。每人10个饺子。够了。20个。20个吧。啊，每人20个，100个人，100个。今天一顿，明天一顿，200个。200个饺子。200个饺子。嗯。你他妈200个饺子拿个5公斤的面粉，我操你大爷！啊？不。不是吗？那就搞2公斤的。2公斤就够了。啊。我们不是还有一包的？对，那就搞个这个啊。嗯，我去，这是萝卜是吧？对，你看还有胡萝卜，对，两个萝卜，有一种这种白的，甚至是可以连蛋。这个，因为李哥好像不太吃那个牛肉什么的，这个有点少，再拿一点，再拿一点。他那个肉馅去拿一点没关系，对，鱼馅的吧，鱼肉剁碎了搞鱼馅的。过一会儿去搞鱼。买个那个洗手间的和厨房用的就行。就是洗手间、厨房是吧？对，厨房那就买个2卷的、3卷的那种小的就行。啊，就这个，一个大的也行，一个大的。嗯，哎，对，这个就可以。就可以啊。嗯，厨房就够了。厨房就够了。对，好，我看一下，这是洗洁精够了，洗衣液够了，这是一次性杯吧？对。好了，萝卜两个够，真吃的。沉默可能喜欢吃这个玩意儿，拿了一个没够，又跑去拿了一个。没有，我该说不够，因为你家萝卜不够啊。酒呢？哦，他买了2瓶红酒，你看你们还想喝什么？我看你，我也不喝。嗯，那走吧，你们3个人随便喝，你们4个人随便喝一点就可以了。嗯。哎，大哥，餐巾纸拿这种的吧。对呀，好歹还是喜庆一点的是吧？嗯，这是垫纸，可以垫在桌子上。这太少了，那就这种的。不是这个装饰的可以就少意思拿起来，对，拿这个不冲突啊。对，不冲突。是给小孩过生日的。啊，你没看明白，小孩子，还是配的，这玩意儿呢？嗯，这一套整瓶大的哦。哦，这是酱油醋，在哪找到的？新抽有没有老抽？那边你们要什么醋？老抽啊，要老抽。老抽有，有啊，是有老抽。有啊，走，带我去看一下。你去看，还有醋，什么醋你自己去拿。好。就这个。Frisian 应该是醋的意思吧？嗯。Frisian。这个应该是。Frisian 是不是？也是酱油吧？什么咸碱盐豉油？应该就这个哪一个？还有这个醋，这是苹果醋，这是拌沙拉的醋吧？这也是苹果醋，醋只有苹果醋，哦，这是葡萄醋吧？是吧？不知道是不是，
还是有个翻看那个佛山，我自己啥意思是？这是个牌子，这是个片子，应该是牌子，应该是牌子，是牌子。对，仔细的看看呀，这是个这个魔鬼蜡，我的妈耶！再见。这个也是一个，这个应该也是酱油，这是个酱油，这是个酱油，生抽，哇，看这个东西好难搞啊，是吧？这是应该都是醋，这是都是醋来的。你确定了、啊？这是也是醋，对。这个以前我买过，这是也是醋，这是也是。我的意思，我们拿个这个醋就行了。哦。这个。这个也是醋。对。就拿个这个，再拿个这个，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走。你还拿这个干嘛？这个是也算是，我估计是个老抽，这应该是个老抽，至少它上面有中国字儿啊，这其他的都没中国字儿。中国是喜油，对，如果是这两个字的话，那就是老抽，就是老抽，对，前面这两个字搞不懂。哎，你能确定这是不是老抽？豉油啊，豉油是啥意思？豉油，酱油啊，就是酱油。这个是煮蒸鱼用的。对，看到没有？蒸鱼。那拿上，我们再去。也算酱油的一种。我们再去买酱油。我们再去。这个是马蹄的吗？我们再去买鱼。生抽。它更倾向于低盐的生抽。哦。对。加点豆豉。这个醋就行了。没有太大的用处，这个就够了。够了吗？够了。好。基本上，有豆豉吗？豆豉是没有啊，这个是醋是吧？这个豆瓣酱，那个有的，拿去买一块拿去酱。嗯，哦，那个好，对。OK， 完 K 了。OK， 再拿去酱。它这个肉馅就是你买这个牛肉块儿，也完 K 了，完 K 了。它那有机器，有线脚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搞了一公斤的牛肉馅儿。OK，so good。OK， 你看它包装的挺好看的，拿土包装的。他们所有鞋都这样子，还包好几层呢。对，包两层。你要去买鱼啊，什么东西都是包好几层。包好几层是吧？可以，他们这个确实是服务很到位。买鱼是在另一个地方，我知道，往那个方向走就可以。这个锅是吧？对呀、100多里了。那不贵，几十块钱。你要你不要的时候就扔了嘛。然后一个锅铲，这个才十几块人民币啊，这个是几块钱啊？对，拿上。拿上。我靠！买完好像你们关了就不要。谁愿意要谁要，不愿意要对，交给房东就行了。锅很简单，没办法，他没得炒啊。对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他们都是厨神级的，就是一定要好锅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需要个擀面杖？有吗？是啊。这个东西估计难找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怎么擀饺子皮儿？其人也用这个东西。看，比如说有圆圆的东西能代替。对，找个圆的，你得擀面呢。也用这个东西，他们也卖。它是大大的，哎，这不是吗？这不是吗？对呀，这多少钱呢？没有小号的，十几二十块钱吧，四十多，这个是买个小号的擀面杖吗？这是擀面杖。这个是几块钱啊？那这是擀面，这个是擀面杖。但这个我怎么不太相信啊？也是，是擀面杖，擀面杖，是擀面杖，也是，是擀面杖。我就这个吧，就看这个玩意儿有没有小号的，找一下。对，我估计再小号应该没了，擀不动了就。哎，这个是啥？这是捣蒜泥的。啊，对，捣蒜泥的。结账了，我好多东西啊。不是，就是那个红色的餐巾纸。我切换一块红包了。估计要有6个袋子才行，总共是1061块钱，有十，六十吧，那是一百，六十一，你们零钱是多少？1.5，我们采购1000多块钱，结束，刚好是6个袋子。我想拿8个袋子，你就不要拿了这么多。没事，先回去。陈梦啊，我们两个要不就往那个鱼的那边走？也行啊，走吧，我们一起走。没有，我们先往那个方向走。你们三个可以打个车，坐个车回去的时候，我跟他去买鱼。对对对，你俩没有，你俩搭个车回去。对。我们两个去买鱼了。对，你们三。不用，你们俩。你们俩对。对，先找个车。就出租车。其实这个拿去煎一下挺好吃。我们来买点鱼儿。说实话，我都不认识。
大哥说拿两条鲈鱼，对 ，video video video， 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说这个鱼买了以后呢，能接油炸可以吗？这个需不需要处理？需要啊，花很贵。这个鱼要用它处理吗？还是我们自己处理？哦，他们在卖的比以前呢？哦，对。也这么想，把花篮里花篮也省着，你接的比。嗯，他会帮忙处理的，土耳其人干这个活是专业的。哎，这里他有处理好的小鱼。要，很慢的，很慢的。我们就是加这处理很难，很费时间去处理。让他处理吧，他处理可以。好了，搞干净了。哎，我刚才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啊，就是他那边有一个锤的木棒，就是把鱼拿过来蹦蹦，然后脑袋上两锤。这次醒过来就是下辈子，哎，这鱼也是不容易。这个，老谢，蹦腿，不知道，一去了，忘记了，一去了 ，OK， 啊，这个他也卖给我们，买一公斤嘛，对，我们买了回去油炸，油炸一下就能吃了。对，这是一家专门卖鸡肉的，今天先不吃鸡肉，先吃。哦，哎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我去年买的牛舌头，在家里就说啊，能打五。对对对对对，每样一天吃一样。哎，那个下一次我们吃这个牛舌，我去年买了一条牛舌，特别好吃。好吃的，对。住那个地方。就在这一带。哎，回来以后呢，你看，酒、果汁是吧？牛奶摆上，哎呀，回头一摆，这个像个样啊。先喝个茶不着急。现在国内应该是该吃6点了，对，6点该吃夜宵了。正在吃，我们这是中午，不着急。哎呀，草莓来一口，剥蒜，洗菜，我呢就把这个饺子皮儿搞定，捏碎。哎，哥，1公斤饺子馅多少皮儿？就1:1就差不多。我这个是2公斤的面粉，要倒多少？倒一半。倒一半是吧？你说的啊。好。倒一半啊。哎，只要有这个视频为证，我就不放心，我就不担心了。因为去年那个锅就是我背的，因为我一直强调放到外边就能冻住，结果冻住了，结果全粘板子上了，然后饺子就没成功。面可以全用了，回头做面条吧。啊，回一回。面全活了吗？你还留着它干什么呢？好，反正还留一点，留点能不面吗？留一点要糊面糊糊炸鱼呀。啊，可以了吗？好好行。好了，来放盐，放点盐，差不多了。打鸡蛋吧。哎，不用打鸡蛋。好，给我拿根筷子来。切，你多干点活。两助手，哎，没得办法呀。哎，你可以来帮我浇浇水。是，对，慢慢浇。哦，不要太快，不要太快。老司机，这白案师傅是吧？主要你今天手不行，不然的话今天腿不行啊，腿不行。你到底手不行，腿不行？腿不行。好，你妈，我这个发力是靠腰发力，腰发力腿得蹬地啊。所以说我就在地下做了这个活了。刚好水差不多，面问题不大。这个面我肯定是问题不大，但是这是最近面有点，就是馅儿，馅儿的话，面肯定没问题。就馅儿你来调是吧？小梁哥来调是吧？行，那你们就把那个葱切一下。饺子是十拿九稳了，葱是吧？嗯，小葱，厉害，葱碎的。就是葱感觉不太好。对，你这样搞，哇，很快，这个时间的快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好了，看一下我们面，基本上或者是你放在这里这样子一拍，全部都出来了。捏出来了，差不多，中间来一刀，你俩我看到了。饺子皮问题不大，现在就靠你的饺子馅儿。OK， 好。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，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，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哦。